连续第19年举办的台南牛肉节才刚落幕，却是被批评说冷冷清清的。从公开招标到结案只花了10天的时间，在当天不仅只有5家业者参加，还办在了礼拜一，被质疑说仓促草率，不如不办。活动引来负面批评，负责的农业局就回应说，这都是因为去年选举年导致了招标困难，未来会再改进。吃牛肉看这边，那就是我们台南牛肉节。利落刀工温体牛现切现涮，一旁走串烧风或者西式汉堡，台南牛肉节登场。市长亲自推销，还有艺人加持，只是这现场人潮怎么有点冷清？第三次，这次人潮我觉得是比以往来讲是越来越少。我们只有2天的时间卡在礼拜一啊，因为礼拜一不杀牛。当天参加的业者有感，人潮比往年少了许多。看看举办时间是去年12月26号星期一，非假日还是不杀牛的日子。今年牛肉节，事实上我们并没有接受到任何的通知，准备时间很仓促了。台南牛肉节迈入第19年，这回确传上个月16号公开招标，21号决标，26号就是活动日。短短10天结案，时间紧凑仓促。有业者没有收到通知，参加的业者准备时间也有限。签署了清白的那个廉政公约，应该再办的话，必须是针对市民有利的。因为选举年加上近年物价高涨，6次接流标，第7次后才完成招标的一个程序。农业局解释，选举年加上物价上涨，第7次才完成招标，找来艺人想借由知名度做行销，非传统实体活动，传出不同声音，徐行改进。毕竟台南牛肉汤闻名，活动也得达到加成效果才行。记者黄富奇台南报道。